团 New Jeans 出道仅仅一年的时间就创下超狂成绩，不仅收获超高人气，也屡获奖项肯定，还获得不少知名品牌青睐，广告代言接到手软。身为人气最高的偶像团体之一，外界都认为他们的工作安排肯定比其他艺人还要密集。事实上，韩媒近日报道称，推出新作品回归的 New Jeans 日程安排非常健康。成员明基先前与粉丝互动时，也曾透露自己一天的睡眠时间大约有15个小时，即便是在回归期，也能保证有10到12个小时的睡眠时间。此外，有粉丝整理了 New Jeans 这次回归的行程，发现成员们的工作虽然比较繁忙，但却是比其他偶像团体悠闲，星期日甚至不需要工作。粉丝们对 New Jeans 拥有足够的休息时间感到很欣慰，大赞公司的安排真的很棒，毕竟健康才是最重要的。